小飞大战前妻大 S， 他发了声明表示，本人不想再另外付所谓的家用和电费，就这么简单。怒火四射，波及 S 妈、小 S、徐亚军。大 S 21日晚间发了声明之后，汪小菲的怒气值更是升到最高点。先讽刺大 S， 好嘞，你可会说嘞，要不是你告我，我都把你忘了。又批大 S 只想当好人，真要体面，让家人回北京看爷爷啊。真爱我爸妈，你回北京啊，逢年过节你回来啊，在北京呆呆都能死是吗？别逼逼了，我就问你，把家人接回北京过寒假行不行吧？一天逼逼那么多话，代表 S 妈，你女儿出得了家门吗？非让我把话说结了，你别逼逼了行吗？彪妈小 S 踩着姐姐的人血馒头上位，接着又说，你妈过生日家庭节日哪个不是我安排的，十几年都是我一个北京孩子在台北安排的。又说徐亚军找姑娘，你们家那个上海用你钱买的房子好多，批你再跟我逼逼，真 TMD 让我恶心。报徐亚军在上海养好几个女人，他在台北都见过。再转发自己的贴文，叫小 S 的女儿们离汪家人远一点。再扯出新人物唐老师，指称他是徐亚军挡箭牌，要大家去问问他。再跟我逼逼，让你老婆闭嘴，你管不了我管。本人汪小菲不怕事也不躲事，斯诺斯害死我们全家，你再跟我逼逼，我会找我了解的律师起诉。我在台湾没人，但是对你我有的是人。好了，说了那么长串，先来解释一下 BB 到底是什么。 BB 也称作 BB， 中国网络用语，与 GGYY 废话同意。大 S 的经纪人21日晚上也忍不住痛心发文，直接点名汪小菲就是在婚姻关系中外遇的那一方。文中写道，关乎到情分，越变关系只会越薄，尤其对一个还念在夫妻一场有家人的母亲而言，心中总有一丝期待对方有天能把家人权益摆在个人利益之前。指汪小菲大街上骂人，总在小巷子道歉，上周才含泪说完感谢把家人带得那么好，这周要上演家人争夺战，真的不是家人，是争再婚那吞咽不下的一口气。离婚协议书无论条件或金额，都是在清醒的情况下亲自签名用印的，如同婚内外遇一般，亲自干出来铁铮铮的事实，大家到底该相信什么？毕竟连我们都不相信这是当初所认识的那个人了。也说奶奶张兰直播带货，线上人数破好几万人次，边说要揍记者，还要撕艺人的嘴。直播结束，卖了10000箱的酸辣粉，酸辣粉无罪，这心酸的酸辣粉铁定吃起来特别够味。我们的酸辣粉啊，买了1000多万单更在留言中回复汪小菲喝了酒对西元说的话会令你无法置信，可惜不能公开，会上头条。也说有欧巴之称，西元现在开心多了。汪小菲原定22日下午来台，但似乎无法如期开战，这场恩恩怨怨势必还得延烧一阵子了。 Shut the f*** up